陈工那小子开窍了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啊，没什么。陈工和可沁两个人在外面租了一套房，过起了二人世界。真好。嗯。哟，姚小姐，您这是也想过二人世界了？只可惜我是孤家寡人，二人世界与我无缘啊。不会吧？那土豪小哥哥呢？你们呐，就别胡思乱想了。不过本小姐今天心情好，就透露一下，他呢，只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峰哥，姚姐好像在暗示什么呀？哎，你们别开玩笑了，像瑶瑶这么好的女孩，我配不上。是吗？我有这么好吗？你快说给我听听。是啊，也说给我听听吧。我怎么说不出来了？我什么我？当我是死人呐！瑶瑶，唱歌去。你看他现在有客人吗？唱给谁听啊？气死我了！老公，你给我管不管啊？老婆子，别生气，我这就给你出气脚。你坐坐坐坐坐，拿坐他干什么呢？干活去！还生气呢？那他啥性格你还不了解吗？跟他生气都犯不上。你有烟吗？我戒了。哦，瞧你这点出息，连烟都不敢带了。那不是老太婆看得严吗？如果被他发现了我私藏，那回去我就得跪搓衣板。我真好奇，你都这样过了一辈子了，不觉得累吗？其实是啊，我知道你想说啥。这每个人呢，他都有爱情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爱情就变成了亲情，成为我们心灵上的东西。苦不苦，累不累，其实那已经都不重要了，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心掏出来扔了吧，对不对？而且像我这个年纪了，有人管着，其实啊也挺幸福的。跟你说，有的时候我是故意气他的，哎，让他生生气，发发火，然后我再劝劝他，这样我俩的生活是不是也不单调了？对吧？我得回去了，记住别生气了啊。哎，记住了啊，我是替他出来出气的，别忘了。父女哪有什么隔夜仇啊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爸爸自从病了以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天天拉着我跟志豪，陪着他说话。没事的时候自己就一个人坐在你的房间里，翻你的照片，听你爱听的歌。到头来才发现，家里人还是他最大的牵挂。我跟你爸创业的时候，你还小，那时候真的顾不上你，所以才把你送到爷爷奶奶家的。小小年纪，让你吃了不少苦。你爸一直觉得亏欠你的，一直想补偿你。哎妈，我们作为子女，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爷爷奶奶，这都是我们该尽的义务。我不接受爸爸的帮助，只是因为我不想失去对生活的态度。瑶瑶，我跟你爸爸出去创业去挣钱，不就是为了你跟志豪以后过上好日子，不用为下半辈子操心吗？现在咱们家的钱足够了呀，你不用为未来操心。妈，你怎么
就还听不明白呢。我坚持的是一种生活的理念，而你们坚持的是一种溺爱的表现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妈妈说不过你，你说什么都对啊。干嘛回家吧，咱们一家人高高兴兴在一起过日子多好呀，好不好？跟妈妈回家。怎么了？不开心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没有发现你是个特别简单的女孩吗？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。简单点不好吗？我喜欢简单的人，相处起来比较开心。我也是，只可惜越简单的人却总是遇上不简单的事儿。你喜欢独立的生活，也在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大家都能理解，但你也要体谅自己的父亲。你想一想，有哪个父亲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在外面抛头露面？也许你父亲的表达的方式不是很好，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程峰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开导人了？你以前不是还跟你妈妈吵架？我现在想想，其实我挺对不起我妈的。为什么？其实我妈是个特别简单的人，在我印象当中，哎，老头子，肯定是有人在骂我。想多了吧，谁会骂你呀？这老话说的有，一响二骂三小人，这肯定是有人在背后骂我呢。老婆子，你把空调关了，看还打喷嚏不？你把空调开这么足，不着凉才怪呢。你个死老头子，我懒得跟你说了。我这就给成功打个电话，是不是这么多天没联系，他在怪我呢？出什么事了？呸呸呸！你就能不能盼我点好啊？我出什么事了？我不出事不能给你打电话呀。没有没有，你是没这么晚打过电话，我还以为出事了呢。你个没良心的！我不给你打电话，你就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啊？这是白疼你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保证，以后不管有事没事都给你打个电话，报个平安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成功啊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工作顺利吗？吃的好不好啊？你那个带的衣服够不够啊？啊！吓死我了！喂，成功，谁在叫啊？没事吗？不是，那个是可信，我们俩在看恐怖片呢。他可能被吓着了。老头子，这深更半夜的，成功和可信在一起看恐怖片呢。把电话赶紧挂了。哎，那你们慢慢看吧，我挂了哈。哎哎，妈！哎。